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390页第一行第二句看起啊，菩提心论曰。求菩提者，发菩提心，修菩提心。修菩提心，菩提是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翻成中国意思是觉悟的意思。菩提翻作觉，我们接着看下面。发呢，性愿也；修呢，行也。行就是真干。菩提心论说得好啊！要发菩提心，就是由这个心求菩提，求觉悟啊！求觉悟从发心起，发了心之后要真干，把它用在净土法门里面。法就是真正相信，真正愿生极乐世界。这两句话非常重要，所以信愿是万恨的基础，无论修哪个法门，没有信心不能成就，没有愿心也不能成就，尤其是净宗法门。首先一定要相信极乐世界真有，凭什么？就凭我们现前，你们以为我们现前这个境界是不是真有？每个人都以为真有啊，不是假的，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看得见，
听得到、摸得到，怎么会是假的呢？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这东西从哪来的？宇宙从哪来的？银河系从哪来的？太阳系从哪来的？咱们的地球从哪来的？啊，整个宇宙从哪来的？佛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谁的心想？自己的心想。也有别人的心想。啊，自己的心想，佛叫别业，差别，每个人不一样的。还有一份呢，大家相同的，叫共业。啊，共业跟别业都是心想。啊，共业当中有别业，别业当中有共业。整个宇宙从心想生。那佛法讲无神论，不是不承认的这个世界有天地鬼神，不是这个意思。承认，承认他也是众生，他跟我们是平等的。啊，他从哪里来的，也是我们心想变现出来的。啊，他不是宇宙的主宰。他不是造物主，造物主是我们的念头，一天到晚起心动念，这个念头只要一断，这个宇宙就没有了，但是断不了，断了了就成佛了。这个念头啊，太微细了，就在我们眼前生灭，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感觉到，毫无感觉。啊，我们就达不到这个境界，但是要有这个概念。没有这个概念，我们修行就不踏实了。啊，没依靠啊。啊，这是依靠真理。什么真理？事实真相。今天量子力学家，这是近代最先进的科学，肯定了这个宇宙是在波动之下产生的。啊，宇宙的奥秘。那佛经上也是这样说法，跟现在科学所见到的完全相同。啊，名称不一样，他说波动，在佛法里就称为阿赖耶的业相，业就是动，啊，动就造业，啊，造什么业？就是造整个宇宙的业。啊，一个念头就是一个画面。啊，这个画面存在的时间多长？太短了。我们讲一刹那，刹那太长了。啊，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说心有所念，我们凡夫七个念头，啊，自己有感觉，我起了个善念，我要帮助苦难众生，我起了个善念，我要往生极乐世界，
这个清清楚楚这个念头里头有几多细念，所以佛讲心有所念，即念即相实也。啊，这个话分开这样念法，即念即相即实，也是个问话。啊，有多少个念头？心有所念。弥勒菩萨回答：这一弹指，啊，弹指，这一弹指里面有32亿8000年，百千是单位，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320兆个念头，我们怎么能知道？我们的眼睛意识不管用了啊，老式的电影现在好像没有了，但是我们还能记得啊，老式的电影是用动画组成的，就是幻灯片，是幻灯片，这电影那个幻灯片，一张一张的，啊，打在荧幕上，速度多快呢？1秒钟24张，就是老式的电影，是1秒钟24次的生灭波动现象啊，24次，啊，镜头打开，这一张放打出去了。立刻把它关上，再打开第二张放进去了，1秒钟24张。啊，我们看到这个里面看得很清楚，一秒钟看得很清楚。啊，这个画面里头有人，啊，有房子，有树木花草，有山河大地，看清楚了。啊。如果是一张，24张，我们把它通通抹黑，只留一张，在电影机里面放映，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的时候，光一闪就过去了。问你，这个光里头有什么东西？没看清楚，没东西，没有感觉。24次的生灭，我们就没有办法，就捕捉不到了，只看到光了。现在的速度，1秒钟，啊，不是1秒钟，一弹指，320兆次的生灭，1秒钟能弹多少次？年轻人有体力身体好的人可以弹7次，320再乘7，2100兆啊，1秒钟啊，1秒钟2100兆的波动，波动里面出现整个宇宙现象，就在我们面前，啊，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日夜都不中断，啊，中断就成佛了。这是妄心，妄心是动的，真心是静的。六祖慧能大师说得好。啊，他开悟说了这5句话，我们要牢牢记住。那5句话就是全部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啊，释迦牟尼佛30岁，在菩提树下入定，开悟了，在定中
说了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慧能大师开悟了，说了五句话，这五句话就是全部的华严经。华严说什么？就说这五句。所以这个五句展开就是大方广佛华严啊，浓缩就这五句话。第一句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我们的心这是真心，自信就是真心，真心本来是清净的，清净里面什么都没有，没有丝毫染污啊！我们今天染污啊，无量无边，啊，自私自利是染污，名闻利养是染污，七情五欲是染污，眼见色被色染污，耳闻声被声染污，啊，鼻闻香舌尝味通通被染污，啊，从早到晚染污没有中断。妄心呐、啊，妄心把一真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变成十法界啊，这就是一切法从心下生。啊，完全没有染污，完全不动，那是一真法界，也叫十报庄严土。啊，十报土不能说的是真的，也不能说它是假的。你说它是真的，自信本体，一念不生。自信本体，立一切现象，它没有现象，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它什么都没有啊。慧能大师说得很好，本来无一物，这就是自信清净。第二个呢，本不生灭啊，一切法有生有灭，自信没有生灭啊，万古长存啊。第三句是本自具足，这一句了不起啊！他要不是本自具足，他就不能现象啊，整个宇宙是他变现的。所以六祖说，第四句说本无动摇，这就是自心本定，真心是不动的。会动的，会起心动念，会动的是妄心，是阿赖耶识。啊，末后一句说能生万法。啊，佛家没有造物主，佛家造物主是自心，自心能生万法。谁的自信？你自己的自信啊。大乘经教上说得好，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六位一然啊，整个宇宙是一体，这是大乘佛法。宇宙从哪来的？我自信变现的，自信能生能现，阿赖耶能变，把这个自信所生的万法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这是阿赖耶。
妄心变的。我们现在讲起心动念是妄心，妄心变现的世界啊，这个地球今天动乱，为什么乱？是我们的念头太乱了。那古人的社会安定，没有动乱，什么原因？他们的心比我们清净。啊，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这是佛说的。啊，一定要记住，是我自己的心想生，大家共业的心想生，啊，共同心想的，想的都差不多，啊，很接近，那叫共业，自己叫别业，个别的，个别离不开共业，共业离不开别业，啊，它是一体的，啊，而且告诉我们，真心跟妄心也是一体。那真心妄心差别在哪？真心觉而不迷，妄心是迷而不觉。啊，那我们今天在六道里当凡夫，佛教导我们要发菩提心，要觉，要求觉。所以，大乘佛教就是教你求觉悟。啊，能不能会觉悟呢？一定能。为什么？因为你本来就啊，就是能大师讲的第三句，本自具足，具足无量觉啊，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不要向外求，外面没有，佛法完全用内功。啊，怎么个求法？把外缘统统放下，真的就现了。现在是外面的假象，把我们真的东西盖住了。啊，真的东西不起作用，假东西起作用。假的是什么？烦恼。你看，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全是烦恼习气在起作用。这就是六道凡夫啊！佛教我们回头啊，特别是净宗，为什么？净宗是保证的快速成就，没有比这更快的啊！净宗修行需要多少时间？这是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以我们的根性，一般来说起来大概是3年，3年就能往生了，不是3年寿命到了，不是的。啊，我具足往生的条件，那叫功夫成片。成片是什么意思？心里面念头一起就是阿弥陀佛，不会起第二个念头。啊，除了阿弥陀佛之外，所有一切念头都放下了，就什么叫不要放在心上。啊，干善事、干好事、干坏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让心恢复干净，心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3年阿弥陀佛就跟你见面了。啊，阿弥陀佛从哪来的？自性变现的。自性弥陀，极乐世界是唯心净土。你看看，没有离开自性的，那心就是自性。极乐世界自性变的，阿弥陀佛也是自性变的，是自己自性变成的。这多踏实啊，这多可靠啊，靠人靠不住啊，自己啊，不是别人变现给我的。啊，如果说阿弥陀佛是我自性之外有个阿弥陀佛，我要依靠他靠不住。为什么自性之外靠不住？
啊，他是我自信变的，这个靠得住啊。要懂这个道理啊，啊，这样我们的信心才真正坚定了，啊，绝对不会动摇，绝对呀不会失掉。啊，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是我们自信变的，啊，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承认这个世界是真的，极乐世界是真的。我们说这个世界是假的，极乐世界是假的。啊，但是极乐世界比起我们的时候，跟我们这大大不一样，因为我们这一点有生灭的现象，人有生老病死。啊，只是无有生住异灭，况无有成住坏空。都是无常的，啊！极乐世界四土都是真常，啊！无论是同居土、方便土、十报土、极光土，都是真常，它永远不会改变，啊！所以极乐世界的人无量寿，啊！不但无量寿，他们有变化，无量寿永远年轻，他们有年老的。啊，他没有像我们这个世界有生老病死，那世界没有，那个世界人是化身啊，一往生极乐世界莲花化身啊，莲花一开人出现了，往生的人出现了，这人长得什么样，跟阿弥陀佛一样啊，阿弥陀佛有多高他就多高，阿弥陀佛有怎样的庄严，他具足庄严啊，跟阿弥陀佛没有差异丝毫，这是什么原因，这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啊。佛曾经参观考察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啊，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不相貌不一样，寿命长短不一样啊，智慧能量都不一样啊，所以造成人跟人的差异，心里感到不平，起生烦恼啊，相貌好的人傲慢，相貌丑陋的人自卑感啊，这都是生烦恼啊，自卑是烦恼，傲慢也是烦恼啊，所以他要一切众生生到极乐世界永远不生烦恼啊，那怎么办，相貌都一样，跟佛一样，佛是标准的啊，他做到了啊，他的大愿力给我们做依靠，决定靠得住，为什么，他是我们自信变现的，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自信的能量现在最近这个二十年，多少年轻人研究科学，最先进的科学念力，量子力学的念力，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啊，是最近才发现的啊，现在很多人在研究，我相信十年顶多二十年会被全世界科学家承认肯定了啊，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那么对我们地球上的人的生活会起很大的改变啊，为什么呢，科学提出最新的定律，以心控物，就是用心来控制物质现象这个力量大起了啊，头一个我们身体健康需不需要再用药物什么东西来保健，不需要了，念力啊，最健康的念力
最纯正的念力，人没有邪思，没有妄想，这人一生不会生病，健康长寿啊！啊，人可以舍弃医药了。啊，所以念力以心控无这个定律啊，是被承认的。这地球上头一个事业的医生。啊，医生医药没有了，人不需要了，啊，完全用念力来治疗。啊，你身体上有病毒，带着病毒的细胞，那是什么原因？不正当的念力产生的。我现在把不正当的念头放下，完全用正念，那它很快自然就恢复正常。啊，这种事情，古老的印第安人，他们就懂得。啊，在美国夏威夷，古老的治疗方法现在还存在。啊，近代的一个继承人是美国人。他不是印第安族的人，美国人，啊，到夏威夷去学，把他学会了，啊，修兰博士到我这来过，啊，他在全世界替人治病，疑难杂症，啊，像癌症，医院宣布他。寿命只有一两个月，这样的病人找到他，他给他治疗，啊，一个月病就好了，再到医院检查没有了，病毒的细胞又给找不到了，啊，我问他，你这种治疗是根据什么原理？他告诉我清净心啊，对了，治疗的人必须自己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如果自己心地不清净，你就没有这个能量啊，所以要修清净心。清净心是禅定啊，我们无量寿经的经体上，清净平等觉，他只要修到清净，就能给人治病。啊，不是很高的定。啊，但是这个定超越六道轮回。那用什么方法治呢？他只要四种。资料，第一个，病人的姓名，啊，第二个，病人出生的年月日，第三个，现在居住的地方，啊，病人可以不必见面，啊，他在香港，病人在美国，他可以在这，不需要隔几千里都没问题，都有效。啊，第四个病例，病人在医院检查的病例，他就要这四种东西。啊，治疗是每一天30分钟，连续一个月，啊，他的癌细胞就没有了。啊，治好几千人了。天天给人治疗啊！啊，非常有效果。啊，口诀就四句话。
啊，就像念咒一样。啊，四句话。啊，第一句话，对不起。给谁说呢？给带着病毒的细胞说，我对不起你。啊，让你染上病毒。啊，请你原谅。啊，对不起，请原谅。对方答应了，谢谢你，我爱你，就这四句。啊，就这四句念半个小时，要观想病人跟自己融成一体。啊，病人所得的病力就在我自己身上。啊，用念力治自己，把自己带着病毒细胞统统治好了。啊，一天30分钟。连续一个月30次，自己病好了，打电话到对方，对方检查没有了，病没有了。啊，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山河大地都有见闻觉知，这跟我们学的大乘里头完全相同。啊，他在我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大家，你们不要以为你起心动念没有人知道。啊，他告诉你，桌子知道，椅子知道，墙壁知道，天花板知道，地板知道，什么统统知道。啊，所有物质现象里头，再小的物质都有精神在里头。啊，佛法讲的五蕴，色受想行识，他说再小的物质统统具足色受想行识。佛家讲五蕴呐。啊，我们这才真正认识五蕴的概念呢，有了这个概念呢。啊，那么最小的物质现象，也是近代物理学家发现了。啊，他们称为中微子，或者叫微中子。佛法的说是名词叫极微子，微是微小微细，极其微细的色相，也叫灵虚尘。这一粒像微尘一样，灵虚是说它最小了，它不能再分了，它再分就没有了，就是虚空了，它跟虚空所邻居，叫灵虚尘，这个东西被发现了。啊，那么在大乘佛法说，灵虚尘什么程度才发现？大乘经上叫八地以上，他能看到；七地以下，知道它存在。看不到啊，所以佛法用的是内功，完全用禅定，甚深禅定里面能看到这些微细的现象，看到真相啊。所以精神跟物质永远分不开，有精神肯定有物质，有物质肯定有精神啊，没有办法分开啊。这也是科学家发现，就是科学这400年走进了一个很大的误区，带来了很多错误的东西，那就是把这个精神跟物质分成两桩事情啊，物理心理，不知道物理跟心理是一个，是一体，不能分。
啊，决定分不开的。啊，心理跟物理从哪里来的？是从波动产生的。这个波动，现在科学称为能量。啊，在佛法里面叫阿赖耶的业相，业相就是波动现象，波动现象产生精神，就是受想行识，受想行识产生物质现象。啊，这是近代量子理学家提出的报告。啊，这是宇宙的奥秘啊，也是哲学跟科学的最高峰啊。那么佛经上说，他们是用第六意识，就是用思想、用想象发现，能看到阿赖耶的三细相，能看到宇宙的边缘，但是他见不到自信，见不到自信就得不到佛法的受用。佛法用内功，不用数学，不用仪器，完全凭定力。在入定的时候，时间空间没有了，可以圆过去，可以圆未来。啊，所以有定功的人知道过去，知道未来，能显示自己的本能，就是六种神通啊，天眼、天耳啊，他心，别人心里起心动念他知道，宿命，宿命是自己过去时，阿罗汉知道过去500世啊，未来500世，这是小乘。大乘知道过去未来是无量劫，不是500世。所以定功愈深，深到极处就达到自性本定，就是能大师说的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到这个境界就成佛了，圆满了啊，回归自性了。回归自性，自性是什么样子？一片光明，叫常寂光啊，这里头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一片光明啊，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是一切万法的本体，没有它就没有一切法啊，有一切法就有它。古人用比喻，用黄金做比喻，说一金做漆，漆漆皆金啊，任何器皿它是黄金，体是黄金，整个宇宙一切万法体是自性啊，自性才是真正本体，自性才是真正的本人。中国老祖宗了不起啊，在上古时代我们老祖宗说过，说到这个问题没有佛说的那么详细啊，比如说中国古人讲的人心本善这一句话，相对应就是佛法里面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本来是佛才叫善呢，啊，自性本善呢，写在《三字经》上，人之初，性本善。那么佛教的教学，终极的目标就是帮助我们回归自性。回归自性里的最巧妙的方法就是净土宗，但是净土宗是难信之法，很容易修成，非常不容易相信。
啊，那么从净土中修行成就的人也不是普通人。大乘经上佛说了很多次啊，这些相信净土愿生净土老实念佛的都是过去生中无量劫来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今天遇到这个法门是无量诸佛威神加持你，你才能真心真愿，这不是凡人啊，凡人哪有可能啊，这个法门遇到就一步登天的，你一生可以证得大圆满了啊，这是全教菩萨都不敢相信，那声闻缘就更不必提了啊，所以我们自己要庆幸自己，我们遇到那个我们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今天得诸佛如来加持，对这个法门生起信心啊，一般人不能生信心，或者中途而退转学其他法门，那我们得原谅他，为什么呢？他没有这个善根，没有这么多佛加持他啊，那要用别的方法帮助他，那就是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所以自己遇到搞清楚搞明白了，庆幸自己实现他地啊，尤其我们真正是难能可贵，这一生当中遇到下莲居老居士给我们汇集这部经典真经啊，黄念祖老居士用193种典籍来注解这部经典，不容易啊！啊，在这个年头，我们真信真愿，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得到海贤老和尚为我们现身说法。他去年往生，112岁。啊，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农村里面的子弟，从小就在田里面干活，对于农作那是他的专长，这一方面的知识非常丰富，出家之后就一句阿弥陀佛，一生没有读过一部经，没有听过一次讲演，啊，每天早晚拜佛绕佛念佛，白天在农田里面工作耕地，他开荒一生开了100多亩地，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啊，种树，一生种了几上万棵的树啊，这些收成他没有卖钱，他拿去布施啊，贫穷困苦的人家他都救济啊，他这个小庙周围他走路能走得到的，两三天能走得到的，到处送粮食给人，一生乐此不疲啊，他的出现给我们证明下莲居汇集本是真经，黄念祖的注解是正确的，没有错误，我们依照这个经本修行
也是正路，决定的生净土。啊，他就一句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啊！啊，最后拿着这一本《若要佛法行，唯有僧战僧》这本书，啊，应该是阿弥陀佛让他给我们表法，告诉他遇到这本书，佛就接引他往生。他拿着这本书照相，照完相第三天他就走了，给我们做证明了。佛菩萨慈悲呀！啊，佛给我们是示转，我们不懂。啊，祖师大德们给我们劝转，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证明、做正转，我们统统遇到了啊，无比的幸运。啊，自己从哪里来的，将来到哪里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从善道来啊，我们还回归善道，回归至善。啊，至善之道是哪里？是极乐世界，我们亲近阿弥陀佛，我们参与极乐世界的莲池海会。啊，莲池海会的会员呢，人现在没去那个地方注册了，已经有名字了。啊，怎么会不快乐呢？黄念老的学生告诉我，老师在晚年跟他们聊天，讲到净空法师，啊，对净空法师赞叹，说他要不往生极乐世界，来生的福报不得了，不得了。我听了之后，来生的福报我决定不要啊！我要求往生极乐世界，要求来生的福报，那就上大当了，那就错了。啊，不但人间福报我不要，天上请我去做天王，我也不敢呐、啊，也不能被诱惑。那不是好事，为什么？不出六道轮回。我们学佛六十多年，真正认知在六道轮回的人，决定是三恶道的时间长，三善道的时间短了。换一句话说，苦多乐少啊，这地方不能住啊。佛陀慈悲啊，救我们出究竟苦，究竟苦就是轮回，脱离六道轮回，得究竟乐，究竟乐就是极乐世界，就要牢牢记住啊，这个世界什么都不要啊。住在这个世间，像老和尚一样，我们做样子给人看，啊，做一个佛门弟子的样子，好样子给人看。
持戒念佛，做一个念佛人的好样子给念佛同修看，决定生净土。而且要像这些老和尚一样自在往生，他做得到我们也做到啊。来佛寺的三个海清老和尚往生的时候说走就走了，没有病苦，没生病啊，没有死苦啊，啊，海鲜老和尚的妈妈86岁往生，自在啊，啊，他代表在家居士修行，你看走得多潇洒啊！走的那一天，他自己亲自下厨房包饺子。啊，家里亲人都在眼前。海先生的儿子，啊，还有个女儿，还有个侄女。啊，吃完饭之后，他双腿一盘，坐在椅子上，告诉大家：“我走了。”就真走了。你说多自在啊，生老病死苦他没有啊，啊，这就是现前得路。你看老不衰呀，112岁，体力跟年轻人一样啊，头脑思维敏捷，一点也不糊涂啊，生活不必别人料理，样样自己来啊，没有劳苦，没有病苦，没有死苦啊，没有求不得苦，没有怨憎会苦啊，没有爱别离苦，那这人世间人的八苦谁都逃不了的，他统统没有啊。这叫真自在，真快乐啊！没到极乐世界，就过极乐世界人的生活啊，在此地就享受到啊，一生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纵然是。诽谤他，欺负他，甚至打他，他都能忍受。啊，陷害他，不但没有一点怨恨心，而且还生感谢。为什么要感谢？小业障啊！真的感谢，人家造罪业，替我消业障，我能不感激他吗？我能怨恨他吗？啊，他对我有好处啊！我这一生造什么没造什么罪业，过去生，再过去生，无量劫来哪有不造业的道理呢？啊，忍辱才真正能够消旧业。啊，不怕死，欢喜死啊！这真的啊，那为什么呢？死了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多好啊！啊，一生没有用恶念对人对事。没有恶念，没有恶言，没有恶行啊，那就是念老讲的不往生，人天大福报
啊，但是我们这一生当中吃的苦头太多，知道人天福报不究竟啊，你请我做天王我也不干，我一心一意的就是求生极乐世界啊，成就圆满的道业啊，清净阿弥陀佛，清净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到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量了，真正办得到啊，像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分无量无边身，分身干什么？到整个宇宙里头去借引念佛往生的人，是分身去的。那么居住在极乐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像阿弥陀佛同样的能量，也能分无量无边身到每一个诸佛刹土里面去干什么？去供佛，供佛是修福；去听经闻法是修慧，福慧双修啊！啊，所以在极乐世界很短的时间，就真的究竟圆满。啊，究竟圆满之后，我的愿望永远不离开极乐世界，啊，不离开极乐世界，而在变法界虚空界里面去度众生，用分身，用应身啊，用报身，在诸佛十报图里面用报身，在凡圣同居图里面用化身，用应身，得大自在啊，显大神通啊，啊，所以化身之后要真干啊，四弘誓愿也叫做菩提心。啊，我们发的心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啊，越是造重业的人，越是我们看到他堕落在最苦的环境里头，要生怜悯心，要帮助他，要提醒他，啊，劝他觉悟，劝他回头。啊，那么自己要断烦恼，要认真念佛，啊，做好榜样给后人看，给现代人看，那就是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不要搞多，不要搞杂，啊，杂多就乱了，你的念力不能集中。念力要集中才产生很大的作用啊！我们不能想很多，我们只想一桩事情，像海鲜老和尚只想阿弥陀佛，所以他的能量大，他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现身了啊！他一生当中见阿弥陀佛不知道多少次啊！我估计最保守的估计，他不会少于十次啊！他是受阿弥陀佛之命，常住这个世界，为大家表法，表法就是做好样子给大家看。啊，我们看到了，看明白了，
一定要向他学习。啊，这一生决定不能空过。啊，事发地图有缘遇到啊利益众生的事情，我们就干；没有缘遇到，不要去求。啊，去求错了。佛祖都教我们随缘而不攀缘。啊，随缘就是机会在面前不能不做。我们去找就错了。啊，那么前面的路都是佛菩萨替我铺好了。是顺境，是逆境，是善缘，是恶缘。对我们自己修行绝对有帮助。啊，统统要感恩。善有要感谢，啊，恶有也要感谢，啊，感激他替我消业障，感激他来考我，能不能忍受？啊，人入波罗蜜从哪来？就从这些知识来的，啊，没有这些知识，我们到哪里去修人入波罗？啊，所以释迦佛做人入仙人的时候，遇到割礼王割截身体，没有怨恨，受尽了冤枉，受尽了屈辱，啊，最后那么残忍的死掉。啊，他告诉割礼王，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度你。啊，佛没妄语，那人入仙人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割礼王就是乔成如尊者的前身。啊，所以释迦成佛在落叶云说法，第一个证阿罗汉果的开悟的就是割礼王的后身乔成如尊者兑现了。佛祖榜样给我们看了，我们成佛先度那些人，先度那些杀害我的人，伤害我的人，他们是第一批的度。为什么？他们造的业种果报都在三途。啊，最苦的人啊，最先度啊！啊，在人天慢慢来，他们的日子过得去啊！啊，最苦的是最有限，这真正慈悲啊！所以，信、愿、行三资粮，我们就靠这个信有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初祖莲公大师一生见极乐世界四次，见阿弥陀佛，啊，我相信了，啊，我这一生学佛六十多年，见阿弥陀佛只有一次。79岁那一年，啊，那一年说老实话也是寿命到了。我能留在这个世界，也是阿弥陀佛叫我表法。我的老师叫我
劝我出家学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啊，79岁圆寂，在树林里头，不是在房屋里头，在树林。一生没有见道场，啊，有道场就有牵挂，没有道场得大自在啊！啊，我这一生不见道场，十方供养，我学印光法师，拿去引进做慈善事业。慈善事业里最主要的就是引进啊，其他世间有灾难救灾的都是从印经款项里面拨出一部分去救灾，是以流通法宝为最主要的，这个好啊。啊，盖庙把那钱都埋在土地上，很可惜。如果没有好的继承人，那就造罪业。啊，佛给我们表的这个法表得太好了。啊，印光大师教我们建立道场，小道场，注重不要超过20个人。好。将来个个都有成就，啊，成就就是往生净土。20个人，20个人通通生净土，大圆满呐！那这还得了吗？啊，我这一生得利，于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啊，三不管的，这很多同学都知道。啊，印光大师不收出家弟子，我这一生也是没有出家弟子。啊，那些说我是他的师父。啊，他是我的出家弟子，那都是骗人的。啊，过去华藏图书馆有一批乌兹贝的，那是韩馆长的徒弟，不是我的。啊，那里面人都知道，外头人不知道。我才不敢呢！啊，所以同学们一定要知道，凡是说我的徒弟跟我有关的，全是假的，可别相信。啊，大家要来给我照相，这不能拒绝啊！不能说拿一张照片就，哎，这是净空法师的弟子。啊，他要真正学，我讲经都在网络，都在卫星电视。啊，所以我没有信徒，那是听众啊，网络上的听众，电视上的听众，这是真的。啊，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啊，他来找我，啊，要我给他写几个字，要我给他照张照片，我通通答应。他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我都不知道。啊，我从来不记姓名，不记人家电话，我的电话都丢掉了，我没有电话。这要知道。啊，你要问我心里有什么，我心里只有阿弥陀佛。啊，随时随地都往生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都会来接我，你说这多好啊！染上这个世间就麻烦了，你怎么能出得了六道轮回？啊，我们在过去之前发愿很殊胜，那都是人家来找我的，不是我找人的。我找人难啊，求人难，天下事求人难，我又何必求他啊？如其求他，不如求阿弥陀佛啊，不如求观音菩萨，不用求人啊，都是语言成熟了啊。早年在全世界到处弘法流浪啊，一个地方不能超过十天，所以皆大欢喜啊。我要在某个地方建一个道场了，麻烦就来了。为什么别的道场不讲经，我这个道场天天讲经，信徒都跑到我来了，他们就受不了了。这个我不能做，我要考虑顾虑到他们啊。一年来十天没关系，做客很客气啊，真诚的接待我，十天了就走了嘛，再来过一年了，稀客啊。啊，移民到澳洲，啊，是当时移民部长，也是很诚恳的邀请我，啊，到澳洲去。啊，移民的时候是等于说是他替我办的，啊，到那边很优待，啊，真正是希望我到澳洲去帮他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谐。啊，主要的工作团结宗教，团结土著。啊，土著对他们怨恨很深，我跟他们接触才了解。啊，我做这两种工作。啊，做的还有一点成绩，特别是我居住这个城市小城图文堡啊，宗教团结起来，我们的愿望我们不敢勉强啊。我住在13年，得到当地人的肯定啊，现在自动来要求我们共同努力啊，从政府到人民啊，到各个行业啊，学校宗教，我们统统联手团结起来，把这个小城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共同在一起生活啊，这样一个城市啊，告诉这个世界上人，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可以生活在一起，像兄弟姐妹一样啊。早年我在汤池做了3年啊，关闭了。现在这个社会不做出榜样，人家没有看到，不相信啊。啊，汤池那一次的事情是被联合国逼出来的。啊，没有联合国这个缘，我们不会想起干这种事情。啊，所以都是佛菩萨铺的路。啊，现在图文堡这个小城
跟汤匙一样。啊，既然大家都希望把它打造成一个和谐示范城市，我听得很欢喜。我说，我全心全力支持你们。那从哪里做起呢？从这个月做起。这个月，我们办道德讲堂，希望我们这个小城的居民都讲道德，都能把道德落实。啊，道德包括伦理、道德、因果，还有宗教教育，它这有十几个宗教，统统联手。我请他们把自己经典里面关于道德、伦理、因果啊这一些经文，把它抄出来，写成一本小书，叫《三六零》，就是360段。啊，简简单单，我们共同来学习，啊，我们不但学习自己宗教经典，还要学习别的宗教，这宗教之间就不会再有矛盾，不会再有冲突了。啊，用宗教教育，因为宗教就是教育。啊，中国人这宗教两个字，这名词非常好。啊，我这十几年呢，在全世界，啊，就讲这两个字，没有一个宗教反对，个个都欢喜，认为我们的宗教符合这一个定义。啊，中国这个宗有三个意思，第一个主要的，第二个重要的，第三个尊崇的。啊，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啊，宗教两个字连起来，这个意思是人类主要的教育，人类重要的教育，啊，人类尊崇的教化。这个意思好啊。啊，那么在中国过去，特别是元明清三代，将近1000年，这三代的帝王把儒释道全用上了，那这历史可以作证呢。帝王们用儒治国，用佛教民，教化老百姓，用佛教，用道祭祀天地鬼神，祭祀祖宗。啊，所以国泰民安呢，社会安定，人民幸福，啊，国家强盛，啊，太平盛世。啊，天下大治。啊，这些东西要认真去研究，去学习。啊，可是现在研究学习有一定的难度，那就是什么？圣贤的典籍，他需要用真诚心，用清净心，用恭敬心才能学得到。啊，印光大师常说，一分诚敬，你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没有真诚恭敬心，释迦牟尼佛来教你，孔子来教你，
你都得不到利益，你听不懂啊。那么现在的人普遍的心浮气躁，心浮气躁就没有办法接触，就学不到如何叫人把心定下来，把妄想杂念放下啊，学恭敬。中国自古以来治国讲到核心就两个字，一个孝，一个敬。啊，用儒家的东西来讲就是仁义，仁是爱人，孝的落实，敬的落实就是义。义就是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或情或理或法啊，不敬一切就完了。人与人之间不能不敬啊。啊，一个和一个敬，是我们身心安稳幸福快乐的根源啊。我到达一个地方，最重要的就是要跟邻居啊，这个小区的居民，无论在什么时候见面一定打招呼。他不给我打招呼，我给他打招呼啊，诚诚恳恳地给他打招呼，打招呼几次十几次，哎，他自然就会信，他就习惯了啊。佛教给我们的四学法，第一个是布施，布施里面第一个就是笑面迎人，大乘佛法提倡。你看你们进庙门口啊，佛教的道场天王殿，第一眼睛看到谁？弥勒菩萨、布袋和尚，笑面迎人，那就是讲说你要不是笑面你别进来，进来就要像我这样欢欢喜喜的啊。两旁边这是四大金刚护法神，提醒自己要护自己的法啊，东方持国天王啊，持国是保持你的国家啊，保持国，保持家啊，家是国最小的单位啊，家和万事兴啊，治家跟治国一样，用什么？用忠，用和。啊，天王手上拿的是琵琶，琵琶代表忠和。啊，调弦要调的适中，不能太紧，紧的会断掉；不能太松，松的弹不响。啊，一定要弹到一定的。这个程度啊，它的音色才会美啊，代表中和啊。儒家讲的中庸之道，佛家讲的中道啊，第一义啊。南方代表增长，增长天王手上拿的宝剑，剑代表智慧啊。什么才能叫增长呢？有智慧才能增长，知识不行，知识有问题啊。今天西洋讲的是知识，不讲智慧啊。智慧是从真心里面生的啊，这个知识是从阿赖耶生的妄心里面生的。
啊，妄心有局限性，有后遗症。啊，真心里面生的智慧没有局限性，没有后遗症。啊，它真能解决问题。啊，所以我们在澳洲，这缘分很殊胜。啊，到澳洲去的时候，就跟他们联邦政府发生关系。啊，几位部长，啊，跟学校发生关系，因为我的工作是在学校进行。啊，911事件之后，学校推我做学校的代表，做澳洲的代表，参加联合国和平会议。啊，这是缘，我们自己想想不到啊。啊，缘成就了，啊，学校推选，啊，所以我们佛法讲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我们有这个机会在联合国和平会议上把中国传统文化里所说的讲给大家听，啊，用伦理、用道德、用宗教来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谐，是这样走进联合国的，啊，跟联合国结了非常好的缘。啊，一直到现在，现在年岁大了，体力衰了，啊，希望有人接班，啊，好好利用这个平台，对全世界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啊，特别是群书之友。啊，希望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领导人，啊，有影响力的人都能读这部书。啊，那么中国在全世界许许多多国家城市都建有孔子学院。这好事情啊，要让孔子学院发生作用啊，那就是要宣扬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从哪里开始呢？从中国文字。啊，外国人好奇，又会非常欢喜。啊，给他讲中国文字的缘起。啊，为什么要这个写法？为什么要这个读法？啊，它含的什么意思？趣味无穷啊！认识中国字，跟中讲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让他们都了解，他们就会非常爱中国。啊，进一步一定跟中国合作，啊，会让这个世界走向大同。啊，中国人用文化领导全世界，好啊！啊，太平盛世不是一个地区的，是全球的，啊，全球的太平盛世，中国人可以做得到。啊，英国汤恩比博士对这桩事情深信不疑。啊，我也跟他一样，一点怀疑没有，一定能做到。
啊，那么这两样东西在中国没有了啊，中国人自己不知道啊。啊，中国的历史故事每一章每一节都是最宝贵的教训啊，教导我们怎样做人啊。中国并不反对发财，生财又大道啊。佛经里面也教人呢啊，怎样就会发财啊，怎样得到聪明智慧，怎样得到健康长寿啊，这是全世界不分族群不分宗教信仰每个人都追求的。我在外国人问他要不要，要啊，不管信仰什么宗教，要财富，要聪明智慧，要健康长寿啊，佛教里头正确的方法帮助你，你得到的都是善财，真实智慧啊，真正的健康长寿。那么幸运行，这是净土宗必须具备的条件。其实所有宗派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要幸运行啊，才能获得成就啊。在净土是特别重视，因为净土是一生成就啊。八万四千法门是多生多劫修成的，这个法门是一生，所以特别重视这三桩事情啊。那么此三者如顶至三足，缺一不可，三个都有，少一个都不行啊。弥陀好大愿望，净土法门圈以弥陀一尘愿海，这个一尘愿海就是本经所说的四十八愿啊。净土宗完全依靠阿弥陀佛，所以对阿弥陀佛一定要有认识，要有深刻的认识啊。认识浅了不管用，用你怀疑，一丝毫怀疑没有，它非常管用所以以信愿持名为宗，这个宗就是重要的，最重要的修行方法啊，修行指导的原则啊。可见愿这个字是为自觉觉他的关键，我们真想到极乐世界才会把这个世界放下，在这个世界一切随缘啊，决定不攀缘啊，生活简单，每天能吃饱能穿暖，能有个小房子遮避风雨，足了，快乐无比了啊。然后念念不离名号，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阿弥陀佛这四个字可以犯啊，为什么不犯？尊重不犯啊，完全翻成中国意思就是无量智慧，无量觉悟啊。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叫无量，佛翻作智，翻作觉啊，可以翻的
无量智慧、无量觉悟都是自性里头本来有的，不在外面，外面求不到，这个你得相信。我们用什么方法能够得到无量智慧、无量觉悟？信愿持名就能得到。海贤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他用这句佛号达到最高的境界，那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跟禅宗六祖慧能同一个级别，跟释迦牟尼佛30岁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也是同一个境界。那我们念了不少年了，为什么达不到？老和尚说出这个秘密了。老和尚说，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专。那我们的毛病叫心不专，所以几十年没有效果。他专，他心专。他心专，那我们就能想到，他从开始念佛，念到功夫成片，就是心里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没有杂念，没有妄想。什么时候成就的？3年。20岁，也不过就是23、24岁，他就成功了。有这个功夫就能往生。求往生，阿弥陀佛就会来。我还有寿命不要了，阿弥陀佛就能带你走。这个例子很多。可是阿弥陀佛认为这个人很难得，海贤，他的禀赋或修行人的条件，那就是为人老实、听话、正干。有这个条件，没有一个不成就的。这正干他用心转了。所以阿弥陀佛留他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做好榜样给别人看。那么他住在这个世界，从这个基础上再向上提升，顶多5年，事一心不乱；再5年，理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就是禅宗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到这个境界。所以他什么都知道，他没有障碍。在什么时候呢？我估计应该40岁左右，他入这个境界了。后面这一生的寿命未必是他的。佛菩萨给他的，帮助他延寿一直延到现在，我们遇到困难了，来给我们做证明，帮助我们。这问题帮上了，阿弥陀佛接着走了，那就这本书这本书是帮助我们解决困难的。这本书弘宁法师花了10几年的时间编辑出来的。
啊，那么有很多人对我有误会，这本书把所有误会都解开了。啊，所以老和尚拿到这本书，照了相，做证明，他走了。不容易啊！啊，所以我们感谢阿弥陀佛，对我们真正照顾啊！我们没有求啊，我们求是攀缘的，没求啊！啊，弘忍法师自动自发，我跟他没有印象啊，我听说。早年跟我见过一次面，在中国佛教协会，我去访问赵普老，啊，他在旁边照顾我们，啊，他年轻，啊，我们确实对他很感谢，不容易，编的不说。这书里许许多的事情我都忘掉了。啊，我展开了一看的时候，我就回忆到过去，啊，许许多多的人都作古了，都不在了。啊，过去这些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在，我常常回到大陆就看看他们，啊，现在很多都不在了，啊，大陆上的熟人少，啊，也没有人替我讲话，啊，只看到这么一本书。我也很感谢本师释迦牟尼佛啊，跟阿弥陀佛，所以这个愿子要重视它，设为自觉觉他的关键。大愿能生大力啊，那个能量从哪来的？从愿来的啊，故于念慧力同作增上因缘啊，这个念慧力是无根无力，无根无力里头都有念，都有慧啊，给我们做增上缘，净因所缘，七贤之愿名为愿力，有愿他才肯正干啊，没有愿他就松懈了啊。会书里面说，愿力者四弘誓愿，能尽佛国土，成就众生故。四弘誓愿，第一个，众生无边誓愿度，真正发愿，不忍心看到众生在六道里头受轮回苦啊，我们自己在这亲身感受。知道轮回苦，是要想方法帮助众生脱离六道轮回。众生能脱离六道轮回，只有念佛求往生，只有这个方法。别的方法，理上讲的没有问题，实际上非常困难。为什么？他要断烦恼。
烦恼能断得了吗？断不了烦恼，你就不能提升。啊，不要说断别的烦恼，断烦恼头一个身见，你能不能断？五种见惑里的第一个身见，身体。啊，告诉你身体，身体不生活，你能不能承认？为什么不生活？我是不生不灭的，这个身体有生命，所以它不生活。啊，它是什么呢？它是我所有的，像衣服。衣服不是我，是我所有的。啊，衣服用的脏了，用的久了，用坏了，脱下来换一些。身体也是如此，用上几十年不好用了，换一个身体。所以，人有来世啊。有过去世，有未来世啊！啊，我生生不灭，啊，能知道身不是我了，身能放下，身外之物啊，通通可以放下。放下才能提升自己啊！所以身见放下了，边见放下了，边是两边，用我们现在话说对立。我这一生不跟任何人对立，不跟一切事对立，不跟一切万物对立。为什么？全宇宙跟我自己是一体。老子说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你能不能接受？你要能接受，心量就大了，真的是心包太虚，两周杀劫啊！我们为别人做服务，救苦救难应该做的，不求回报，求回报是有我有他了，对立的是一体，回什么报啊？工作越勤奋越快乐，乐就是回报啊！学大乘学净土都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然后度众生的愿，这是真正的愿。要度众生，先度自己。自己没有得度，怎么能度别人？那度自己，先要修德行。德行就是烦恼无尽，誓愿断。烦恼断尽，德行就圆满了。德是自心里的本有的，不是外来的。啊，具体说出来，儒家说出来，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自然的，这是自性里头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啊，基本的道德五个字，仁义礼智信，啊，仁爱，是自信的，自信你本有的，啊，义是循理，决定不违背个道理，啊，跟着道理走，啊，智是理智。
啊，理智的反面是感情，绝没有感情用事，感情用事有问题，有弊病，理智。啊，这是内里的沉淀，表现在外面是礼貌。啊，礼貌那就是孝，对长辈是孝，对平辈是敬。社会祥和，人情味浓厚啊！你愿意看到这个社会上人跟人往来招呼都不大吗？还是愿意看到的时候，街路上遇到的人都打招呼，都是满面笑容？这礼呀，啊，礼主要的精神是忠是和。啊，忠是不偏不邪，啊，和是和谐，啊，信决定要讲信用，啊，就是不妄语，不两舌，啊，不恶口，不绮语。佛法里讲的四个，啊，这个社会多么美好！啊，应该要从自己本身先把它做到。啊，然后再学法门。没有德行的人，别去学。学不到，你去学都会学歪了，都学偏了。啊，一定要德行成就。啊，所以中国教学自古以来讲胎教，幼儿三岁以前，这个叫扎根教育。那中国古时候有谚语说，三岁看八十，三岁的根扎得好，八十岁都不会变，根扎实啊。然后再学法门，啊，学什么？学智慧，学知识。智慧是体，知识是用。啊，用知识后面有智慧，这个知识能够用得很正。啊，像科学技术，绝对不会造原子弹。你有这个知识发明原子弹，走错了，走偏了，走邪了，这个东西真的害人啊。现在虽然有小利益，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好事情，但是后遗症太可怕了啊。人类有这个武器，不定什么时候人发狂啊，把这个东西满天乱甩，地球就毁灭了。你说这多可怕啊！如果是有中国传统教育的人，他知不知道？知道。他会不会做？他不做。啊，中国在汉朝就有人学飞翔、滑翔啊，飞行。诸葛亮发明的木牛牛马，机械化的运输啊，虽然一天距离不多远，大概三四十里路，可是说它是机械化，它不需要人工啊。诸葛亮死之后全部销毁，为什么不传给后人？这个东西传给后人，如果没有道德，没有智慧的管住他，他会干坏事。那这个因果责任你要负责啊！所以中国人懂得因果教育，不敢做这些坏事
啊，那么法藏菩萨所具殊胜的愿力，无能及者，是故号为大愿王。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